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峰，这里有一副扑克牌，这位小姐把牌洗一洗，很好，打开给镜头看一下，这副牌任何花色、任何点数都有。在我吊牌的过程中，请你内的喊停。好，三牌，打开给镜头看，但是不要让我看到。记住这张牌的花色和点数，记好后把它摆回来，好，把它盖起来。所以你的牌在里面，你不知道那张牌的花色和点数是什么。伸出你的食指，想着花色和点数透过你的手指头传给我。我感应到了。接下来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徽章，注意看。他选的牌是黑桃七。